过两天我过生日，你给我买一个水蜜桃形状的蛋糕呗。蛋糕多贵，买啥买？你自己不会做一个吗？嗯，那我试试。找一块水蜜桃口味的巧克力，切碎。锅里放两个公鸡蛋，放入巧克力，小火融化，倒入水蜜桃模具，转一圈，冷冻10分钟，再转一圈，反复3次，冷冻凝固，脱模。中间放奥利奥饼干碎，放一层奶油，放上蛋糕片，再放一层奶油，奥利奥饼干碎，用巧克力封口。水蜜桃蛋糕就做好了。进来的家人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做的有那么一点点像，请给燕子留个双击再走。感谢大家支持，感谢。好不好吃，老公？好吃好吃。多吃点，看你瘦的。